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和你的骨肉啊，不行。Stop！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？你万一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嘛。我的宝贝儿子呀，我的宝贝儿，哎呦！你是？啊，你小叔说你失忆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哎呀，我是生你养你的亲妈呀！哎，卢芳芳，陆云琛的亲生母亲，但是这两人除了血缘关系以外，早已不是母子关系。陆爸爸死得早，陆妈妈就把陆云琛丢给了陆奶奶，自己却改嫁了。他可以花重金整无数次鼻子和眼睛，就是不给陆云琛生活费和学费。陆云琛成年以后，每个月给他不菲的零花钱，但他好像总是不够花。我，我是怀孕了，这是你的孩子。木儿是木音的表妹，之前你说他俩长得像，你可喜欢的不得了。虽然这样，我也觉得对不起木音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感谢替身文轩，感谢陆云琛偷偷养了个替身二号 ，nice， 我得救了！恭喜啊恭喜，孩子真是从天而降的天使。嗯，你们一家三口，哦不，一家四口，好好聊。我先撤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吴真真，吴真真，吴真真，你干嘛？陆云琛应该没事吧？你怎么不走得快点啊？啊！干脆跑起来呀、啊！陆云琛他妈什么德行，你不知道呀？他的话你也信？你这是引狼入室啊，给他可乘机会。他妈是不靠谱，那好歹也是他妈呀，虎毒不食子嘛。再说了，那个女的看起来就是陆云琛喜欢的类型，说不定能帮他找回记忆呢。哎，陆云琛对你不好吗？好歹也算咱家救命恩人呐。对呀、啊，刚才在酒吧还救过你呢。做事不能太过真诚了。哎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，那谁来关心我痛不痛啊？你到底是谁爸妈？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和你的骨肉啊！不行 ，Stop！ 哥哥，你干嘛呀？你是我的。